好，翻嚟我哋對一對正個焦先，個鏡頭點解會個鏡頭歪咗嘅？點解？怎麼樣？好似係嗱，我哋要 count 就 count 住噶，聽唔到邊度 count 住啲？但係點解個鏡頭歪咗嘅？同埋嚇大咗咁多咧？係咯，又酸大咗嘅，我哋搞一搞佢先。唔係玩嘢嗱，先聽我問嗱，等一下，先生有很多啊汪友在這裡啦。嗱，先生嗱，先生我問，先聽我問很高興。嗯 ，OK。我们前来自台湾的朋友，他叫做怎么说你的名字？辛尤利。辛尤利 ，OK， 辛尤利小姐，那我站起来了，你弄一下这个那个镜头，左右啊，我就跟他呢站起来，握手怎么说？握手 ，OK， 那这样子握手，大家看一下，你能转这个身形吗？都网友看一下嘛，哇，你不懒吗？不怕，你不怕难吗？很热，你又很烧啊！你有这个168哎，166啊，好，差不多了，看去，你不用跟啊辛小姐握手吗？嗯，啊，你好，啊，这是很历史性的啊，怎么说？那我刚刚呢，啊，因为刚刚为什么我那么久，我们在开始这个怎么说节目？点讲啊？节目就是因为呢，辛小姐她很玩啊，她有怎么说？化妝啊 ，OK？ 他說，他跟我說，他不懂講，他聽不懂廣東話，所以我要說國語。但你聽得懂我的國語嗎？聽得懂。真的嗎？啊，真的。很厲害的啊，很厲害。很聰明啊，那我放心很多了。那我們這裡啦，有我們常常會問我的們的網友問題，我又告訴他們啦，他們有什麼問題呢？你可以。打在这个 chat room 上面，上边啊 ，operator， 你看看有什么问题，废的问题不要管它，好的问题呢，你记下来，我们等一下问了辛小姐 ，OK， 好了，林康正 ，OK， 嗱，今天呢，嗱，你梗系要介绍下嘉宾先啦，你的嗱，我的拍档 Bruce， 他的国语比我灵光 ，OK，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一下啊，咁你的包了。我知道啊，什么？我已经扣起来两次。他的扣包哦，刚刚呢，他呢，啊，你弄好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吗？可以了，再好了。我们首先呢，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香港啊，以前你常常来香港吗？之前蛮常的。经常的。之前有来过的。来干什么？之前来拍摄。你吗？拍摄哦，就是拍摄，就是拍摄。我上个月上个月有来拍写真 ，OK， 对自己就是刚刚我看的那个 bubble 那个写真，不是，是我自己找摄影师从台湾过来，然后拍香港风景跟一些捆绑的 ，OK SM 的 ，OK， 你知道捆绑的 SM 的，对，捆绑神父拍埋啲风景，拍风景，自己搵摄影师过嚟拍嘅 ，OK， 又拍啲有捆绑 SM 嘅 ，OK， 好啦，嗱，其实我真系想知。我應該怎麼形容點講啊？形容，不如我講廣東話啦，又翻譯啦。我應該點樣形容你係？其實你嘅職業係乜嘢咧？聽不懂嗎？聽不懂啊！講廣東話不是嗎？你的職業是什麼？正式嚟講，就是你的職業是什麼？職業，本業，你的本業。真是職業，沒有哎。我跟你想過啦，我跟你想過啦。我覺得你啲應該是這樣子的，跨媒體藝人啊。跨媒体是不是？飞宇哥说你是跨媒体的艺人，是不是挺好啊？跨媒体艺人不是挺好吗？蛮好的。OK， 好啦，你拍写真 OK？ 喂，咁你有咩？其实你先，我哋应该要介绍下自己先啦。你嗱，你啲名字就辛有利，对 ，OK， 利辛很难嘅，对我广东话就系辛苦啊，辛晓琪嘅辛。由咧就係由得個由，大字一點，利咧就一理個理，點樣講話？先有理，先有理，對不對啊？先有理 ，OK， 你個名字先有理。喂，我看你蠻出名的，你有17万，哇，好難講17万。17万 followers 喎，在那個。我之前更高，之前大概200多万，可是 IG 被灭掉。啊？為什麼？太性感。哦，太性感了嗎 ？OK。我也觉得你很好性感的，好了，他也觉得你很性感。对，当然了，你不能说他不性感的嘛，他听得懂了，
他听得懂没有、啊嗯、他听得懂，他听得懂的。 OK 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model 的工作？应该有八年。八年，就是2016。2016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之前你做什么的？之前没有。没有。就是、一出来，大学结束后来就开始做。大学出来就做这个了。我算一下，嗯，我能猜到你多，他差不多大了。OK， 年纪啊 ，OK， 你大学就做这个了吗？对啊，我。你说我年纪吗？对啊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可以说年纪吗？不要说，我算得出咯。女人的年纪啊，你可以不说的，但是你大学出来就开始拍东西了吗？对啊对啊，就一开始拍兴趣啦。嗯 ，OK， 好了，你怎么那你一开始是算什么的？就是拍这个写真，一开始的时候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前几个字我听不懂。他问你是什么时候就刚开始拍那个写真？写真集吗？嗯，就一开始就是靠一个摄影师有在那个捆绑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好像蛮酷的，所以我就跟他约了那个约拍捆绑，给他绑看看。嗯，就我们就跑去野外绑啊，帮忙就觉得嗯，好像有点爽啊，爽爽没有啦，拍照有会很爽啊。对，然后后来拍照佢为什么会爽啊？没有被不是唔系话拍拍好卵爽啊？系啊。是在野外、啊，我们就在野外脱，然后脱衣服了，绑起来，啊、对，绑起来，就是被绑在树上啊，那些都觉得蛮特别。就是哪些树上，就是有这样子的哪种啊，对不对？会不怕吗？不害怕吗？会，因为刚好我那天刚好，其实我们遇到别人拍婚纱照，然后我没有很紧张，要赶快下来啊。对，有没有蚊子啊？有没有蚊子？有没有蚊子哦？有没有蚊子咬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被绑的地方很痛。对，没有注意痒的地方。但是你说嘛，很爽，很爽的意思是怎么样？有啲怎么说？性兴奋？嗯，他说很爽是什么意思？是很爽就是很兴奋，对，很特别的经验，就是、很特别的经验，好玩。好玩的就是好玩，对对对，没有啊啊，给人绑起来有一点性兴奋就好难讲喎、哦。我哋翻译先得。他问你绑你的时候。有没有一点很痛的时候、啊、很刺激、啊、很爽、哦、不会那时候没那么、啊、那么那个啦、嗯、对啊，就是只是觉得就是艺术做了一个很美很特别的艺术的照片作品、嗯、所以就觉得很开心、哦、因为好艺术，他是想艺术的角度。你真的是这样想啊、嗯、对，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看这个，那各位朋友，我们看一下个网站先。我们呢就首先将新游利个 IG 咧就置咗顶噶啦，咁、各位咧首先咧可以去个 IG 度啊 subscribe 咗佢啦 ，follow 佢啊、，OK， 好啦，下一节咧我哋又俾个劲啲嘅 page， 嗰个叫 OnlyFans 咧就即系话咧，净系俾新游利嘅 fans， 咁当然系付费嘅啦，去入边睇佢嘅片，咁佢拍咩片咧？你听得懂啊嘛？这个 OK， 你就系 OnlyFans 对 band 咧，可以看你的。我拍的片嘛，在 OnlyFans 有什么可以看到？就是我的作品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尺度比较大，就是会拍一些，嗯，就是类似色情片。色情片是吧？比较害羞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有点加一些剧情进去，对，然后就是一部影片大概20-30分钟。30分钟。20-30分钟，对，然后有剧情的啪啪片，所以可以去解锁。你知道吗？啪啪片啊，啪啪啪。你知道吗，各位朋友？今天呢，新游离上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呢，让我们这个计划哦，怎么说节目？计划节目啊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听众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但一般来说 ，OK， 今天有个我想你看着他吗？你他还在吗？你到来的时候，有个20岁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他有签名的那个，哈，他5点钟就。到来这里了，他是你的 fans，、我就问他了，喂，因为我不认识你嘛，哇，喂，这个新游离啊，这个旅客是在干什么？哇，他告诉我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才知道，哇，你这样这那么厉害的吗？啊，他也是你的 only fans，OK，、okay? 嗱、你们呢？嗱，你哋咧入到我 only fans 咧，就会有啲超大角度嘅动作片，咁啊半个钟头到啦一套，咁啊好多套嘅。咁係愛情動作嘅喎，咁大家知係咩啦？即係成日啪啪 ，OK。嗱，我問你一下，
你怕这个便宜啊，我靠那些包不住啊，就是说你只跟你的男朋友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就之前有跟过那个男友拍啦，对啊，是老外朋友。老外朋友，老外朋友，老外的朋友，老外的朋友，老外朋友都是男朋友啦，也不是老朋友，不是男朋友，外国朋友啊，就是普通的老外朋友，跟他拍过的。对对对。现在就只跟男朋友拍。现在哦，也没有，也会有时候跟男找男友来拍。哦，找男友的，现在找男友的，哦，那就不同了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看不读了，有些不读说了，你们台湾呢，有些女孩子就只跟男朋友拍的，是不是有这种的？你说我们有些人吗？有些人，那但是你就从来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就是找男友了。现在我一开始是真的就只跟男朋友拍了， okay， 对，后来就是因为但是那男朋友肯跟你拍吗？我是遇到肯的啦。不可能就不当男朋友啊！哎，好，好，那你的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？现在吗？现在哦。你现在你这样子忘记哪边？你现在哪男朋友？你现在男朋友还是不是哪个跟你一起拍过片的男朋友？还是不是？对，不是啦，是还是同一个。可是他是我前男友啦。在现在不是啦，就前男友。对，现在不是男朋友啦。OK， 所以现在要追求你的，哈。他不一定要跟你拍片啦，但是他要一定不能怎么说介意点讲啊，介意你拍片这个事情啦，对不对？我是希望可以就跟另外一半拍就好了，嗯，对，就配合我一起拍啊，一起演，一起爽啊，这样。但是很难的，就是说我要是我都要结婚啊，我现在哇，我就算我没有结婚，我都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我很喜欢她啊，也不介意她拍这个片。但是他要一起拍片呢，我怕我拍不来啊，你这男人不跟女人不同啊，演不起来，怎么样啊？这样子，那你的男朋友呢？我看报就说，你以前的男朋友呢？你前男友他是医生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然后我看弄错，新加坡人啊，所以他现在就跟你分手了。对对对。OK， 所以现在就找男友拍的，所以你现在你不是找男友，所以现在你要找别的男友，男友对。好了，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拍这个 A 片啊 ？A 片哦，可是如果只是情侣一般自己录的话，算是 A 片吗？就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打抛？有没有公开的？有公开，就是不是整个抛在那个网站上的啦。嗯，可是用手机录，这样算 A 片吗？铺在网上面都是你自己铺的，还是别人？也算，别人，你自己铺的，网上面的。OK， 你说你刚刚他说什么叫 A 片啊？唔系，佢要问你，你意思系因为佢都入自己拍片嘅。嗯，你意思问佢第一次几时拍呢啲片啊？定系公开呢啲片？几时拍呢啲片咯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拍这些事？做爱的片段？哦，做爱的，应该。很久以前，八九年就有。就是跟你一开始大学，离开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同一时间。可是那时候没有公开，就是我都当时有拍啦，有自己。为什么会拍？你又不公开拍了干什么？没有，自己看啊。你兴趣啊？兴趣，好的兴趣啊。有些人不是喜欢打炮拍起来，然后自己在看吗？嗯，有的吗？有啊，你们不会吗？不会，我不会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全香港。最反对别人拍这种片的，为什么啊？我不是说你要是你公开都没关系哦，你公开就是给人看，你给钱我，你看啊，你不给钱我看就另外一个。但是有些人呢，现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嘛，拍拖的时候他们就爱拍片，就分开了，哪个男的在哪些片放上网了嘛？我是用我的手机拍，就是我会拍到我手机。居然啊 ！OK， 所以有时候是放上网，就是你放，因为你这个渣男，我放就是这样子，你不怕他弄来的你的啊？不，那时候你啊自己看。嗯，好了，什么时候你公开？那公开应该是两年前，两年前就开始拍这些。好了，哪里第一次公开的？这些片的，你有什么心情啊？心情是怎么样？那第一次拍的时候就，因为你自己看的嘛，你没有不会有什么紧张啊。但是你两年前了，你公开了个片之前，你没有想吗？你不怕吗？紧张吗？会有紧张吗？会，我觉得一定是先家庭革命啊，一定啊。然后因为我下面有刺青，也很容易被发现，对啊，就是。嗯。什么？我有strong baby 自信。在我的桌子楼下
樓下嗰個商啊，城商啊，好嘅，我哋賣做緊生意。呢肯有誒資先，資先，嗯，少少少少，肯有清先。信心，信心怎样的信心？那些怕不怕？被人看了啊，不好看啊，怎样啊？一定会啊。可是我觉得不管好看不好看，一定都会被说啊。就我觉得我自己拍的好就好。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关心这里，我是关心你公开一个评、啊。OK，、啊、你不怕？你不怕？你不怕？男朋友，要是你有男朋友，美男的男朋友，你渣人啊，怎么看吗？你不怕吗？那台湾跟香港不一样，但是有一定要有人这样子想的嘛。我是会有点怕啦、啊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就做了。好，对，嗯，真的。我有一个问题呢，我跟今天呢，那你看我这里，看到没？那这个是我那 Betty 哥，对，终于将一个埋在心里30年的问题，那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呢，我有访问过一个香港的到台湾拍片的女友。Alice， 你应该知道是谁，但是我问不出来，为什么问不出来？我觉得很难的。那现在我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他们俩叫我不要问，但是我有问啊，不要问了。我知道，那我觉得，那你首先我你不是我的听众，你不知道啊。首先呢，我对拍片这些东西，我完全真的完全没有别的。想法我觉得没关系的，你因为你不用跟任何人交代的 ，OK，、啊、只是跟自己交代的。但是我常常在想，在这个很虚伪、好虚伪、虚伪，你懂吗？你说吗？很虚伪、很假的、虚假的、很虚假的世界呢？你知道，那别。说着说着肚子高高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大家都够高，只是都干的事都是很逼皮的。说的一套，做的还行。啊，你在这个社会里边 ，OK， 你拍过这个片呢，一定有很多人，他当年的名他不说的，但是在里边呢有很多想法，看不起你，你不怕吗？你嗱，你现在啊，我觉得自己的事自己啦，自己来担当，你会结婚的吗？未来？你有可能有小开始啦、啊，你不怕他们，你的奶奶啊，他们有很多说吗？我觉得现在这社会也越来越开放，很多女生也都拍，其实应该没那么严重吧，没那么应该就是没有以前那么严重。对啊，而且我是想说，因为这样拍，然后也是有赚钱，大不了就以后自己养自己啊，或者是就是把这笔钱拿去转型做别的生意，好，不可能拍一辈子啊，欣赏，好。给自己交代，不能管他。对，人 okay、做自己想做的。真的，我是真的这样想的。因为呢，这个片你要拍，你再拍10年、20年，你可以拍，没人看啊。啊你知道吗？在日本呢，他们拍到60岁、60路啊，70路、80路。60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我没，从来不看的。老奶奶吗？啊，不看了，看不下去了。所以呢，赚一点钱可以做别的工作了，发展别的了。好了，你第一次你公开那个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你个家人说？没有、欸，是我家人自己看到。他们怎么样？因为亲戚传给。就是亲戚这边传，对，嗯，对，然后我家人快气死了。Okay. 他们怎么说啊？我本来一开始是说是用 AI 换脸，AI， 然后就，可是因为有那个刺青那个花，所以就后来就说就，我觉得我在做我艺术的事情，啊，我也靠自己。靠自己赚钱，也不是说去骗人家钱什么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好。OK。但是你挺好的，你拍片呢、我们的观众可问你了，你拍片的时候是打真菌呢，还是要用套子？套子的一定要。我是不喜欢套。不喜欢套。你不喜欢套。如果是男朋友是不套啦，可是如果是那个就是朋友那个，就是套套了。对，因为不是台湾的法律一定要哪些，要跟我不知道，我看因为我不知道台湾嘛，他们不是说。你拍片都一定要戴套的吗？为什么？没有的。拍片戴套？就是 A 片一定要戴套的，不是故意的了。就是那个哪个男友跟女友？哦，男友女友应该是片商他们要求啊，因为可能就是比较干净健康这样子。哦，就是说没有那个法律的。
就是哪个男友他愿意不戴套，哪个女友有愿意不戴套，就是不戴套的，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因为因为我看的台湾的A片都是戴套的。哦，那你可以看我的。好好好，因为呢，一定看你的。全香港的朋，全香港的人都知道，我是反对用套的，反对用套。对，用套的就不是打针进，对不对啊？不环保。用套的根本就没有出轨，啊，没有发生关系。因为啊，我是在跟哪个套，我不是在跟哪个女孩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用套就不是做爱。有人问我啊，我要是你的老婆啊跟别人做爱啊怎么样，我会问咯，他有没有用套咯，啊，要是哪个男人有用套没关系，因为就不是做爱了嘛，啊，你看你的你就从打真菌的，很厉害。我现在看啊心有力啦，他有一点赞，有没有人哪个跟你说啊，有时你刚刚来的时候我没有哪个感觉啊。有啲说日本的那个女友啊 ，Julia 啊，哦 ，Julia，Julia 有没有跟你说啊？有没有跟你说啊？说你看起来啊，那个很像 Julia， 有没有？有一点像 Julia， 是像 Julia， 日本的那个女友 ，AV 女优。没有，没有跟过来啊！你等一下，你看看那个 Julia 跟你像不像？哦 ，Julia，Julia， 啊，有啊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啊。休息一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就回来再说。